一个是从前翻的，看一看吧。每天，分批的，那送进来，那么送进来呢，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用这个房车啊，把它运输到这个第二个隔离区以后，装在篮里面摆好，啊，那么最后最后呢，就是说，在我们的这个一栋啊这边的这一栋呢，是由我们的主管的那个穿的防护服帮送上去，然后一些其他还有两栋呢是。要自己下来，自己下来错峰的下来拿。